好，最后逼着欧恩玩个泰坦，没事，放个大就行，锁住。好，还行，前期该吃的资源都吃了。这个对局的话，就是曹冲能拿就拿。哎，准备够了，君家这里没闪现，君家这里要忠诚了吗？君家喜欢过来溃呀、啊，把自己溃死了。君家有 Knight 杰西拉到一个人头 ，Maple 这里还有危险，要不要包夹了？不好走啊，往哪儿走呢？只能去老巢了，去对手的老巢，而且杰斯很有可能一炮会打到人头的。好 ，Maple 只能到处逃窜了，一炮完了要十几秒钟。Maple 只能拖时间，看能不能多刷点被动了，反正在这里拖时间。好，必死是肯定死的，就看好大猪边定住你，让奈德吃人头，看能不能再偷几个被动。好，再偷个被动和不灭。好，怎么说要猪边尝试吗？蔡文没选择直接甩大，哎，没意了，甩大必闪吗？ Q 闪直接硬来，漂亮，蔡文再次收获小火龙的人头，杰斯直接选择出了杀人刀，左手点菜了。Maple 已经被点名了，标记为识别为菜，你标记啊，以识别 Maple 战斗力了。这面中路有优势，过来打你君家一套，猪边长直接给君家，怎么交闪？交闪在前，前空了，前回来也没用啊。前回来没伤害，这里过来要找熏的麻烦，熏要直接被 all in 了吗？熏这里直接被 all in 致死，完了落来了，还好没踩到王迪，这个踩没踩到。好，反手欧文给个大招，完了，这边俊家还是要被白给伤害，差太多了。现在喷火龙没伤害，杰斯一刀一个狂妄触发，收了两层被动。左下角上电视，十个守护，兄弟们，五个守护，还有最后两分钟，一毛钱就能参与，有条件老板可以参与一下。守护 KK 犬由你来守护，钱到欧恩，欧恩肯定没压力的呀，欧恩永远不死啊，欧恩不能死啊，欧恩还行，给王迪送的当没死，那这样欧恩没算死啊，王迪杀了不算杀，欧恩死了不算死。哎，野区蔡欧恩怎么藏到这儿来了？问题不大，我感觉锅石头的一百个法球，这边先锋也只能给啊，喷火龙没战斗力，要来吗？ Betty 被轰了一炮，半血没了，伤害太高了，杰西还是要过来拼。波比准备 TP 了，而且冰没踢的，有伏笔拼惩戒，现在抢到了，没有倒钩，王迪大呢？王迪大完之后没踩，踩到欧恩，还是那句话，欧恩死了不算死，而且你波比 TP 过来了，夹子在下路猛带，下塔也能被夹子拿血赚啊！标记这边钱，哎，左手可不能死啊！先锋没时间捡啊，要打仗啊！上二塔怎么推？有波比在镇压，谁敢推这个塔？推不掉，但是没人守。看 PSG 的支援速度啊！要打直接交踢，喷火龙敢在这儿 TP 啊？这喷火龙这起来直接交闪，完了，查尤恩被端下来了，欧恩可能又要被留下来了，欧恩这个位置又要白给了，被喷火龙送了个头，漂亮啊 ！BLG 的运营上塔推了，而且正面还能赢，杰斯还能到正面来，波比这个赶到上路去也没机会，你踢我也踢，好，波比直接交替来，知道这个小龙很重要。这条小龙再掉的话 ，PSG 下条龙就压力大了。快拼惩戒，是谁的龙？龙是被蝎子 AI 抢到了。这边、啊、王迪和欧恩同时被融化，同时被融化之后，但是好在小火龙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。那 PSG 拿到小龙，脸笑嘻了，还一换一。好，俊家有闪现，在前面挨毒打一个蝎子，前到两个，我是很漂亮，王迪这都踩空了，我的妈呀 ，Betty 好帅，可惜最后还是被挨了个逃生了。Betty 这波太帅了 ，Betty 帅中帅啊 ，Betty 这个一闪，可惜他 A 错人了，少 A 了一下，浪费机会是要被神罚的 ，PSG。
TP 来自鲍比下来想打炮，左手没有闪，赶快跑，左手要被粘住了，欧文直接交闪，还躲了蝎子来了大，刚刚蝎子来了没大了，就这边被端走了，波比的作用发威了，这边少一个人，兵被端走了，直接交 TP 来，这边打起来五打四打不过呀，贾克斯脚后排了，贝蒂这个倒钩拉的虽然很漂亮，但是 Maple 还没有225结束了吗 ？PSG 还是做不到吗？浪费机会是要被惩罚的呀 ！PSG 喜欢浪费机会，连续两把都在浪费机会，要被惩罚了。啊，优势很大，已经有胜势 ，PSG 危险了，我感觉赢不了了，我感觉输掉了。一勾勾到波比，波比 W 一开前到欧文，博阿兹这里顶不住了，落踩的漂亮，但是还有伤害吗？喷火龙，妈呀，妈呀，过来开 light 直接交闪跑，这样 Betty he still alive， Betty 要被飞了吗？一滴血一炮没打中 ，W 挡啊，没有角度再走位了，最后被 Alec 一个虚空锁力锁住，最后 Alec 虚空锁力没中，中了估计想飞 ，Alec 差点走位，不慎被防卫塔打死啊，因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虚空锁力上面。想锁完底马上飞，没有注意到防御打，差点把防御打揍死了。好，冰成功也把中路高地拿掉，中路想硬找冰的机会，冰应该死了。好，人头给到喷火龙，哎，冰，我操，冰 ，He's still alive，He's still survive。还有最后一波机会 ，PSG。但落后10000块了，经济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蝎子来了，想上来前人闪钱，闪钱这把拖着钱过来，妈呀，要过来一起窝硬 ，K light 被窝死了 ，K light 被窝死了之后，并没有反应魔法，赶快撤退。欧文这里有闪叫得出来吗？欧文这里闪现叫出来，别被烫死了。Alec 这里输出是无敌的 ，Alec 输出位置很好啊，看 Alec 应该要五杀了 ，Alec 要五杀飞 ，Alec 直接飞吗？好，艾勒克飞过来收一个，过来直接打 Maple， 弯虎好像顶不住了，弯虎也尽力了，燃尽了弯虎。好，那这样一波了 ，BLG 恭喜 BLG， 好，现在还没进啊 ，BLG 这把赢了。好，打完这把还得打。好，恭喜 BLG 啊 ，BLG 还是有惊无险拿下了，有惊有险，赢得不轻松，赢得很艰难，汗流浃背了。不过好在是赢了，这样 BLG 2-2还得赢一把才能进八强啊。PSG 浪费机会大王，虽败犹荣啊 ！PSG 今天真的虽败犹荣，真是把 BLG 差点逼死了，虽败犹荣了 PSG。要给 BLG 抽个 DK 啊 ，DK 比G2好打，说实话 ，DK 真的比G2好打。